有没有人跟半只猫一样，在那个关键的手机出现之前，都还觉得《坚如磐石》是一部质量尚可的犯罪悬疑电影，但手机出现之后便一泻千里，如同换了一部电影。当中有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些原因啊，因为在最初的那个剧本比较庞杂，我记得大概有5万字6万字，然后我们进行提纯的过程。那么这部戏啊，到底删改了多少呢？半只猫为大家收集了电影里没看到过的删改画面，我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剧情。张国立饰演的郑刚直接删掉了一重身份，警察局长苏建明，郑局长的儿子。副市长的儿子突然要求主导调查，副市长一口回绝，但是马上给了你一个眼神，作为局长你会怎么做？在我面前，在人民公安面前，什么都不是。在电影里只剩下了京江市副市长一重身份，苏建明，郑副市长的儿子。而且啊，警察局长的身份是彻底删掉了，都不能算是暗线。我原以为许亚京饰演的是公安局副局长，二刷的时候看清楚了，他就是局长。在删减片段中，于和伟饰演的黎志田称呼过郑局长，苏建明，郑局长的儿子。照理说副市长的级别是要比公安局长高的，存在兼职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往高了喊。很明显，最初电影希望郑刚更多发挥的是一个警察局长的作用，那样功能性更为直观，观众可能不清楚副市长具体管什么，但警察局长管什么应该是大概有数的。剧情上郑刚能够拿到枪，能够知道警方的一举一动，能够拿到证人的录音文件，能够和许亚军饰演的警察局长有对手戏，给儿子安排工作，也都对得上号了。网上有个帖子你看，说这个城市亮灯的地方归他们管，暗的地方归一个姓黎的管。电影最终由于各种原因去掉了这重身份，究竟是为什么呢？半只猫猜测，只是猜测，因为就在电影拍摄的城市曾经有一个名字里带军的落马的警察局长，而且那个警察局长后来他还当选了副市长，分管公安司法工作。当然他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靠山，名字里有个来字。电影设定的时间我没记错的话，雷佳音饰演的苏建明打电话的时候有显示是2012年，而上面提到的几位落马的时间就是2012年。电影如果指代性太强是不太好上映的，包括电影曾经使用过方言，但也最终全都被去掉了，改成了普通话，也是同样的道理。我老给你看好几刷的吗？哪里过分了？如果郑刚的角色是副市长，又不表明其具体分管的工作，则多少可以避开这层邪。这里顺带说一下那位把手伸进火锅里去的北岸开发区的李主任，他因为不雅视频而被黎志田拿捏，这个角色不免让人想起重庆曾经特别出名的雷姓干部的12秒不雅视频案。巧了，上面提到名字里带军的那个局长就曾经帮雷姓干部擦过屁股，案由便是不雅视频，但时间点更早，网上还能找到两人同框的照片。另外啊，关于郑刚的称呼还有不同的版本，有一个版本称呼他市长苏建明，郑市长的儿子，但电影里黎志田都是称呼为副市长苏建明，郑副市长的儿子。通常来说副市长得称呼市长才行，只有不懂事的人才会称对方为副市长，要么就是故意表示出不尊重。黎志田在电影里改称为副市长，也说明了这个角色心态的改变。早期的预告片里啊，郑刚是要去见一个大人物的，但大人物不见他，被宋主任劝回了。这个宋主任我感觉有点像电影的编剧陈宇演的。宋主任，对，哎，请讲。一个称呼对方宋主任，一个称呼对方郑市长，似乎他们的关系也并不算很熟，否则非正式场合可能就是老宋老郑这么叫了。电影里啊并没有见到幕后大佬，但似乎我们见到了幕后大佬的白手套，就是郑刚逼黎志田与其交易的中创汇泰公司董事长高进，最后因涉嫌非法侵占国有资产被立案调查。黎志田已经是京江市首富了，但这个高进显然来头更大，公司名字开头带个中字，似乎代表了他的势力范围，应该是一个更大官员的白手套，连郑刚一个副市长也得敬他三分，喊人家高总，对方直接就喊他老郑。近100个亿就进他口袋里了，
一到手才48亿就进口袋里了。原先套取金额是100亿，半只猫猜测啊，和删改掉那个大人物一样，都是尽可能缩小辐射范围，看到白手套就够了，不要太过直白。说到这里，我想到了公交车爆炸案，郑刚告诉李志田是他做的，你相信吗？开始时的爆炸，要不是儿子最后一刻将郑刚按倒在地，很可能就出事了，就这样还弄伤了腿。如果是他自己设的局，至于要玩得那么极限吗？而且按照郑刚的做事风格，没必要明确告诉黎志田事情就是自己做的，对吧？只要告诉对方利害关系，一样可以逼对方跟高进交易啊。半只猫的猜测是，爆炸案背后有更高一层的势力在逼着郑刚做事，或者是教郑刚做事，目的也是要拿捏黎志田，没错。但郑刚可能跟王迅的角色一样，也根本不知道炸弹会爆炸。而且王迅刚开始说郑刚那两句坏话的时候，郑刚的表情就透露出了一丝意想不到。也不是说非要给他加上一条爆炸罪名，其实我没有那个行为，只是在说我安排的，在说没有那个行为。我认为这一出戏啊，就是更高一层势力在拿捏郑刚，警告他关上还有关。电影里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老爷子的角色没有露脸，希望老爷子救我，就是陈冲饰演的何秀丽的父亲。当初郑刚能够上位，应该也是依靠了这位老爷子的势力。老爷子会不会就是老版预告片里郑刚想要见的人呢？老爷子的权力又有多大呢？我是不希望老爷子自愿介入进来。如果你看到电影最后啊，你会发现郑刚和黎志田都犯有故意杀人罪，但是何秀丽也犯了故意杀人罪，你有想到吗？显然是有一只大手帮他掩盖了罪行。而且何秀丽也不是什么好果子，看他想让小姑娘消失的态度，就可以想象他对郑刚情妇的态度。我觉得何秀丽反过来控制郑刚杀人都有可能，他完全可以利用对方有郑刚罪证这一点，堂而皇之的让郑刚去处理掉这个情妇，何况他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靠山。电影里郑刚夫妻二人的关系啊，一直是非常紧张的，家庭特辑里还有意指明了这一点，他们之间完全是不得已维系起来的关系，就像郑刚和黎志田一样，互相排斥对方又离不开对方，你有把柄在我手上，我也有把柄在你手上。电影除了删减还有加戏，我们知道就是陈道明这条线，陈道明出场并不多，但是整个电影的基调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陈道明的人设是省扫黑除恶督导组组长，我们知道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督导组组长都是正部级干部挂帅的，虽然陈道明角色没有表明他的正职是什么，但是他的官位一定低不了。在原来的预告片里啊，其实有一个类似的下来调查的角色，是中央巡视组人员。这次中央巡视组下来，希望你端正态度。但是正片里删除了，如此一改，主旋律的方向就很明确了，扫黑除恶的大风筝。电影2019年就杀青了，那时正是热火朝天的时候，所以后面会加戏也不足为奇。另外，相对于巡视组的监督属性，督导组往往是针对具体的工作，主动性会更强，通过督导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政治责任，调动各地各级各部门力量齐抓共管。电影里督导组组长总是运筹帷幄，早已看破天机的样子，他给苏建明的定位啊，就是一个过河的卒，一个能过河的卒，这跟天兵不能过河呀。潜台词便是上级部门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有多大呢？连卒都得是副市长的儿子。但有一个尴尬的点啊，电影设定时间是2012年的样子，但是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案发布时间是2018年。当然2012年一样可以扫黑除恶，在电影的拍摄地曾经就兴起过打黑除恶的风潮，比如打掉了大老虎文强，当时名字里有来有军的两位还是主力呢。于和伟敲人是最莫名其妙的删改了，前期宣传都可以看到至少有5下，但到了电影里2下就完事儿了，以至于让人感觉才那么2下子就吐了的黎志田也没有那么刚猛了，人设都崩塌了，整部电影也是一个调性，活该你丢掉那3/5的分数了。如果最终观众也无法看到那个所谓的多出30分钟的粗剪版本，那真是一种偌大的悲哀啊。中国电影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关于坚如磐石还有很多其他的谜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给半只猫点个赞，评论区里来催更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